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利未记第34天，利未记17章1到9节，宰羊的条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这段经文是关乎以色列民宰杀祭牲的规定。宰杀祭牲是一种信仰的表达，由亚伯献羊和羊的脂油开始就是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类起初的献祭中有神的启示和引导，然而随着时代的改变，许多人渐渐把祭物归给所敬拜的偶像。如果神对宰杀祭牲和献祭没有清楚的定规，以色列民很可能把向神献祭和祭拜偶像混淆。献给耶和华，这句话在本段经文中一共出现4次，这表示经文很清楚的规范，不论是燔祭、平安祭或是任何其他的献祭，献祭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神。也就是说，神的子民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创造万有的真神。所有敬拜的仪式都是以他为中心，唯有他才是人类生命的源头。就如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时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人类转移这个敬拜的对象，就是犯罪。献祭的对象不仅很重要，献祭的地点也一样重要，地点代表了敬拜的途径，会幕就是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途径。带到会幕门口这句话，在这段经文一共出现4次，还有一次是耶和华的帐幕前，也是同样的意思，而且每次都是用很严肃、含有警告式的语气，似乎生怕选民没有留意。可见这是神所强调的，也要求选民万万不可忽略，因为神所定规的祭坛就在会幕，这祭坛也是祭司进入圣所的通路。由此可见，人敬拜神不仅要有正确的对象，也必须透过正确的途径，而这个途径并不是由人决定，乃是神所定的。而耶稣基督就是神赐给世人唯一得救的途径，就像他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许多人以为只要心诚，拜什么都一样，这是自以为是的想法。第7节说，
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一方面说到人在不认识真神之前敬拜错误的对象，同时也说明了错误的敬拜实际上就是拜鬼魔，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件事。乱拜并不会让我们得蒙神的喜悦，反而会陷入属灵的淫乱，而且是邪恶的。因为拜偶像实际上就是拜魔鬼，就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祭偶像就是祭鬼，不可不慎。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紧紧地抓住主耶稣作为我终身的依靠和来到你面前的凭借，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导读神的话，利未记十七章七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阿们。主啊，是的，你说不可再献祭给那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你说不可，不可再献祭给鬼魔，这是多么宝贵和大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保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胜过一切属肉体的邪情私欲，脱离一切罪的辖制和试探。阿们。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透过这节话语告诉我们要远离邪淫和邪恶的行为，因为在你的国度中是圣洁的。 Yes， 是圣洁的。求你的圣灵指引我们，赐给我们圣洁的心，帮助我们远离一切邪淫与罪恶的事物，使我们能够坚守你的道路，活出对你的爱和敬畏。阿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造我们的主，你是全能全知的神，主啊，在我们里面，主啊，全然都是属于你的。求主你来掌管，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阿们。是的，主，我要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遵行你的定例。你是那圣洁无瑕疵的主，是洁净我们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再献祭给那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单单地将自己的全人全心献上给你。阿们。亲爱的圣灵啊，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说要远离一切的邪淫，不可献祭给魔鬼，不让魔鬼留地步。求你帮助我，圣灵啊，你亲自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拒绝一切与邪淫的诱惑。主啊，你是保护我们的神，赞美你。是的，求你赐给我智慧和警醒的灵，保守我们远离鬼魔的欺骗和诡计，让我们能抵挡魔鬼的谎言。阿们。主啊，我们一生都要来侍奉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唯一的神。主啊，你自己来介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喜悦，能够献给你。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